好，大家好，今天要开箱的是麒麟一七邦秘鲁，它所附赠的赠品这个自拍棒。我先看一下外盒，伸缩线控自拍棒，伸空线控自拍棒。下面是它的警语，有喝酒就不要开车咯。来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它蛮跟得上时代的，确实自拍现在大家都很流行，所以它送这个自拍棒的话也是蛮实用的。好，看一下它后面的规格，它最长可以到60公分，收起来是15公分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本体吧。看起来是很可爱呢。它是用线控的，所以有一个插耳机孔的线。那这边的话，按钮是在这边。好，那这边是夹手机的夹具。好，那我们从这边把它拆开。把手机的夹具夹上去。它这边一个六角的，从这个螺帽把它放进去，把它锁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是把手机装上去，这只是 HTC 的手机，应该也可以夹蛮大的。再把它插上去，这样就可以自拍了。这样真的是还蛮长的，60公分。那你的手机如果没办法透过按音量键就拍照的话，你可能还在另外下载软体才可以使用，这方面可能就要上网 Google 一下。好，今天介绍到这边，谢谢。